头两天就是眼睛涩得很厉害，然后好像气血老不上，好像也有呕吐。像这种状况呢，平常呢就是做什么，到时候对他就有帮助呢？平时做啥啊？我想想。这个问题好，要很慎重的想想。总得改善嘛。更年期也快来了啊，做好准备嘛。但是不然真的这拖延症就白费了。哎呦，我这个眼睛啊，就是这个气血老跟不上来。还有呕吐啊，就是。乱想，想多了，真的是想多了。你的状态，你说的都对，说的也都准确，但都是暂时的。你只要不乱想，一切都会过去。其实你这个，你的小毛病，这些小毛病说了六七年了，知道吗？我俩坐在这儿，我原来都会把你这些全录下，基本上说的都是一码事。哎，那个状态都一样，连你看我的眼神都是一样的，我都每天太熟悉了。然后你我们只要我们俩对眼，然后你就说师傅啊，我这就是这样的，我已经太习惯了，我都把它当成正常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姐姐怎么没对着我也说呢？就是你对自己的认知从来没改变过，你对自己的认知。然后你永远觉得自己，哎，这儿好像不是，哎，这儿他总是有一点地方有问题，就是你没有停下对自己的定义，一直没有停，对自己的定义认知，还有对众生的定义跟认知，对众生对自己从来没停。但我觉得也没有，我都觉得这习惯了，你不说还不好受呢，不说呢，你说吧。我真的是难受，你以为我停了我不就成了？难道我不行吗？不。以前我会答应你，我一定从你身上少点毛病出来。我都是阿庆，你是更年期，你子宫湿，你子宫寒，你腰椎有问题，我会给找一大堆问题给你出来，因为还真是那样的。你看我现在不说话，你知道？当你说你这儿，我不吱声。我难道不想管你，我不管了吗？我难道会，我换了方法了，知道吧？对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头脑中有印记，只要我说出来的，你太在意。只要我说你这儿有问题，你一个月过不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很在乎我说话。我发现我的问题会进入你的，他会记住，知道吧？你以为你头脑间，你身体也会记忆，就是说你会记住我说的那个，我说你那块寒，你就会寒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给你下定义，知道吧？我不说话，有一天你就不再定义了，你就这么说，你说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那这个很重要，知道吧？我改变方法是很重要，还需要到关键时刻才改呢。以前还不能改，以前我要改，你会觉得这为啥改？为啥不管我？为啥不？你看我真的难受啊，是吧？这是需要到一定时候，他就这些痕迹印记会清理掉。它是一些就是就像光明里边的很多的，就像有一个光明的在这儿呢，但是里边有很多的，就像沙子啊什么，其实是阴影，头脑的阴影。这些阴影会清理掉，头脑的阴影一旦清理了，你身体就舒服。但是这光明的阴影是来自于你的负面认知，对自己的定义跟众生的定义产生的，对你见闻觉知的定义产生的，因为这些本来是需要定来获取的，知道吧？通过定，这些阴影就消失了，就只留下光明了。但是因为你没有定力，那我定呗，是吧？你对着我，因为你信任我嘛，你相信我的时候，我定住，对你是有帮助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不是不管你，是换了方法管啊，停下来。当然说一个是你的定力不够，所以那我要停下来。那你这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要停下。第二呢是，尽量在行为上不要再做一些事情，尽量的减少行为上的对自己造成的，比如说以前你习惯性的看见这个杯子你就要捏一捏，就坐一坐啊，或者现在有些行为停下来，否则你的认知改变不了。有些行为你觉得这个行为会给你带来困惑跟烦恼，那停下来。因为我们都四五十岁了，有时候不停，总有一天死亡也会把我们带走，也会停的啊。所以还是现在停了吧，停了你会休息会很快的啊。起心动念对一些不管是男人女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
就算面对对境的时候想不起佛法的口正直接了，不是说只记住说哎呀观他人梦幻的，不是，就那一刻觉得自己坐在这儿，觉得自己空空落落的，既没有慈悲心，也没有平等心，也没有什么，有的只是烦恼，没关系，先停下来，让烦恼就停在烦恼这儿，没关系，把烦恼关空就行了。你不需要把众生，比如我们坐在这儿面对处缘的时候，有的处缘来了，当然有的是很欢喜的波动的，有的是好讨厌的啊，就是因为不就是这些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功能嘛，你是个人力嘛，你妈妈给的这个机器就会快乐跟烦恼，就这两种功能嘛，要不就无聊嘛，三个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们充分的利用这三个功能一天嘛，哎，这是人力的功能来的，你要一只小蚂蚁还真是没准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是吧，它没那么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烦恼起来像龙卷风的哦，就是这三个功能在这儿，这来自于空性的本明本觉，你别以为很难的哦，因为空性，因为有我们是佛，我们才有这么多能力啊，才人力，我们三维角度的人力就有这种功能，而且很丰富很强势，是吧？停下来，不要去那一刻去纠结自己说怎么没有慈悲心呢，怎么忘了空性正见呢，怎么是，因为你停下来的时候，你看看你自己里边空空落落的，可能啥也没有，可能只有烦恼，可能只有烦心的事，可能只有昏浊，就是头昏昏沉沉想睡觉，可能一无所有，坐在这儿一无所有，空空落落，这就是你当下的状态。不要强迫他起行动，你啥也不就坐在这儿，安住在这个状态，知道吧？叫幻境，就是你不管他是烦恼的，还是无聊的，还是空空落落的，都是幻境。你不需要把这个幻境变成另一个幻境。我们的问题是，哎呀，我停下来的时候觉得我只有烦恼，我要把这个烦恼转了。你想多了，你转它干啥？它是个幻境，幻境知道吧？幻境的特性就是生灭无常，你不用转它自己会溜掉的，你控制不住它的，它连三个小时也停不住就没了，是吧？还得你很执着才能把它留多留一个小时。